跟家里人有联系吗？我爸现在给我发消息只问一个问题，有时间签签名吗？对，我就想问这个。哎，很逗。我爸每天跟我聊天内容就这个。你在北京吗？方便收件吗？收他的寄给我的几百张签名照让我签，然后就我爸洗好寄给我，然后我在家可能今天收工了回去签完了之后再叫快递把它寄给他。好好玩啊。